Gala， 一家提供精密工程解决方案的全球化企业，企业家精神与专业化驱动公司发展，通过科学化管理成就卓越经营。SAP 系统管理。Gala 精密工程。Gala 主要经营两大块业务：弹簧技术和表面工程解决方案。在弹簧技术领域， Gala 是亚洲最大的碟簧制造商，提供一站式的门类齐全的弹簧及弹簧组。 Gala 通过几十年的经验及强大的设计能力，制造出世界一流的精密工程产品。市场方面，在汽车市场领域， Gala 弹簧应用于燃油喷射系统、刹车、传动、座椅及安全带、转向系统，包括两轮摩托车、乘用车、拖拉机、卡车等等。在工业市场领域， Gala 弹簧广泛应用于电力，包括风力发电、水力及火力发电。在紧固技术领域， Gala 弹簧应用于火车、电器等。表面工程解决方案， Gala 提供复杂的为客户定制的表面工程解决方案，在去除毛刺、精加工以及清洗工业精密零部件领域处于市场领导者的地位。公司的表面工程解决方案服务的行业包括国防、汽车以及通用工程。公司也为客户提供定制的解决方案，包括半自动或带有机器人的全自动产品。 Gala 的使命是成为所在领域的领导者，以一个大的组织的力量运作，结合精密和敏捷的中型企业。弹簧技术， Gala 的基因就是工程技术创新，每年生产超过1亿只弹簧。公司不断发展，利用其尖端技术及其设计和应用伙伴关系，以生产高性能、高质量、高可靠性的弹簧，如卷簧、螺旋弹簧、碟簧、带弹簧、弹簧组件以及管支架和吊架。公司位于孟买附近的瓦达，拥有先进的生产设施和设备，以及齐全的设计与研发中心。 Gala 管理其整个业务以及各个办事处，包括印度、德国、中国和美国。质量保证， Gala 致力于提供一贯符合甚至超过客户要求的产品，严格按照 ISO 9001和 TS 16949标准流程，确保提供稳定的高质量产品。 Gala 的弹簧也在德国西根、亚琛大学和印度汽车研究协会成功通过了各种应用的疲劳测试和载荷变形特性测试。高效的物流与位于世界不同地区的仓库，确保公司能够有效及时地供应产品到德国、瑞士、瑞典、意大利、芬兰、美国、新加坡、中国。Gala 全球有超过300个客户，出口占公司销售的60%。我们的客户主要是跨国公司，包括 ABB、西门子、德纳、约翰迪尔、德尔福、布雷伯、博士、日立、阿尔斯通、通用、 Ring、 TRW、 塔塔、费伯瑞、博凡、博中、 BHEL、 维斯塔斯、苏斯兰、施耐德等。 Gala 以其优质的产品赢得了众多奖项的认可。公司为 ABB 全球的中压开关柜的关键应用提供碟簧，于2015年从300多家的全球供应商中脱颖而出，
被 ABB 德国授予十佳供应商之一。由于在弹簧及紧固件类别的出色表现，印度工程出口促进会给予公司颁发了国家优秀出口奖。GALA 还与一家领先的跨国电力设备公司阿尔斯通通用公司成功合作，为其设计和开发了火电厂超临界锅炉用弹簧吊架。GALA 拥有先进的弹簧设计开发中心和室内冶金及疲劳寿命试验中心，工厂已经通过了众多全球原始设备制造商和汽车一级配套商，包括 VDA6.3 的审核。GALA 实现了客户投诉零缺陷，并且一贯为全球客户保持准时交货。员工聚焦与核心理念。GALA 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组织和一个工作的好地方，它是由一个年轻的有活力的团队驱动的，并且他们在精密工程领域拥有丰富的领域经验，不断发展的以员工为中心的组织致力于员工的成长与健康。公司实施了最新的人力资源实践，包括工作生活管理、培训、灵活的工作时间和科学的绩效管理系统。 GALA 的核心思想是提倡一种工作文化，就是真实可信、创新、致力于学习与传播知识、真诚。这家新兴的中型企业通过其高效的精益管理系统和创新，踏上了稳步增长的增长轨迹。未来展望， GALA 正在成为一个全球品牌，明确的重点是在如下行业提供未来的精密工程解决方案：国防、先进的汽车应用，如电动汽车、机器人与自动化、振动工程及润湿解决方案、GALA 精密工程。一家新兴的精密工程企业。